飯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たらりだ。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たらりだ。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生气，小玉，我有点兴奋了。嗯，我们好久都没有去动物园了呢。爷爷，谢谢你们今天邀请我们一起去动物园，您太客气了。今天天气还那么好，刚好适合拍照。哎呀，我已经忍不住想要拍了。哦。哦看起来叔叔今天也干劲十足啊，他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这样了呀。被巨大的大象吓倒的小玉，抱着兔子的小玉，有点怕狮子的小玉，可爱的小玉，嘿，是这样啊，只要能不给大家添麻烦就好了呢。啊，是一般的长的，睡觉的时候会不会被谁踩到呢？哦，哎呀，对不起，很痛吧？不会的。还有啊，吃东西的时候要是太匆忙，把喉咙卡住就糟糕了。就是啊，长了那么长的脖子，麻烦也比较多。嗯，看似一副很悠哉的样子，其实很辛苦。好像在慰问长颈鹿呢。丸子，丸子，爷爷。啊，小丸子，笑容不错，小玉骑得很好，很好，小玉，很不错。啊，这样骑马的姿态好像贵夫人一样。哇！爸，爸爸，后面注意！嘿，小玉受惊吓的表情我也拍了。太厉害了吧！摄影师之魂爆发了。小兔子好柔软呢，好暖和。兔子固然可爱，但是对于爸爸来说，小玉比兔子可爱上十倍，不，几百倍。你们两个一定要好好喂他们呢。好。吃了吃了。哎，山羊哥哥，好吃吗？小丸子，谢谢你能邀请我过来。我也觉得能和小玉一起来真是太开心了。我也是，我也是，能来真是太好了。我得要去好好的谢谢鹰先生。等等等等，排好队。鹰先生，你好受欢迎啊，拍张照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小山了，好像。
只睡着的猴子好像丸子啊。对，那对母子让我想起了小玉小石头。小玉，开心，再往前走走。好嘞，你可要抓紧哦。嗯，我抓紧啦。咦咦，驾驾驾！小玉，你一直是爸爸的宝贝，眼前的每一个瞬间也都是爸爸的宝贝。天气这么暖和，真是太好了。快吃吧。我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已经玩了那么久了呢，我快开始吃了。这个煎鸡蛋饼真好吃啊。很好吃啊。和大家在一起吃更好吃啦。嘴波先生，你也一块来吃吧。再一会儿就好了，我看到大家的表情都这么好，我现在手停不下来呀。爸爸真是的，真讨厌。没关系的，小玉，叔叔真的是很喜欢拍照呢。嗯，啊，对了，爸爸，哎，这个鱿鱼形状的香肠是我切的，给你吃吧。哎，啊啊，嗯，好吃吗？嗯嗯嗯，照相机之神，太感谢你了。我们家的小玉，她最棒的回忆都全在里面了，谢谢啊，真是太充实了，不，我太幸福了。哎呀，还真是的，给弄得真惨呢。嗯，不见了，不见了，相机，相机去哪儿了？真的是很对不起啊，真的，真的很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叔叔，别难过了。为什么刚才我放着照相机不管，却走了呢？我只是个笨蛋，笨蛋，笨蛋！爸爸，如天使般小玉的微笑，和动物接触时小玉温柔的笑脸，全部都消失了。碎波先生，打起精神来！今天美好的回忆，全都因为我的粗心消失了。我只是个笨蛋，所有照片全毁了。你适可而止吧，小丸子和他爷爷都很为难啦。小玉，我和爷爷没关系的啦。是啊，我很理解碎波先生的心情。没事的，没事的。不是的。爸爸，我今天玩得很开心，看到了也接触到了很多动物，还骑了小马，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可是爸爸，你就好像在说，没有了照片，也就没有这些开心的回忆。这种想法太奇怪了，是完全不对的。小玉，就算没有照片，回忆还保留着，对不对？小玉，回忆啊，回忆还留着，而且还牢牢地刻在心里。叶先生，小丸子，刚才失态了，真是万分抱歉呐。没事没事，我们没事的，对不对，丸子？叔叔，不用放在心上。小玉，爸爸真是个笨蛋，对不起，真是对不起啊。我刚才也对你生气了，对不起啊。刚刚被小鱼那么一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真是太惭愧了。不不，这是哪里的话呀？他们渐渐长大成人，总会有一天离开父母展翅高飞的。哎，所以每一个瞬间都是宝贝啊，碎波先生。鹰先生，把每个瞬间都留在心里。哎，留在心里。啊，太好玩了，还想再来玩呢。嗯，以后一定还要来。我要用这双眼睛看着你成长，然后刻到心里。啊，你们不用管我。请把我也算上，碎波先生。绝对没问题，鹰先生。真是的，不要看了嘛。我觉得他们会把我们看出个洞来的。小玉遭受父亲灼热视线的攻击，因为父亲深深的爱而感到不知所措。小丸子憧憬已久的手表。爷爷，现在几点了？我看看啊，刚过四点。嗯？怎么了？停住了。我呀，忘记上发条了。哎，上发条？这个就是发条。如果不上发条，手表就会停住了。那现在到底几点？啊，今天五点有百惠小姐的电视剧。爷爷，我们要在五点前赶回家的。请坐这儿吧。麻烦了，真是多谢呀。怎么了？请问现在几点了？4:20。啊，丸子还来得及，五点前绝对能到家。谢谢你告诉我们时间。不客气。太好了呢，真是好期待啊！百惠小姐。几天以后。哎，是阿姨送的呀。和她太太一起送来的旅游特产。啊，我还想见见他呢。这是，哇，好漂亮！啊，这个是阿姨的太太落下的吧？她还是这么丢三落四的呀。啊，这是越看越漂亮的手表。这样啊，下周星期天吗？啊，那我先收着了，再见。等等，妈妈，让我说一句啊，让小丸子和你说几句。你好，我是小丸子。那个，你的手表很漂亮，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手表可以借我戴几天吗？哎，可以吗？谢谢你呀。张，啊，好漂亮！怎么样？怎么样啊？我看起来是不是很像一个大人呢？那这样像不像？像什么呀？胜利的姿势吗？才不是，这是抓吊环扶手，是让座之后的姿势。原来是抓吊环扶手，就算踮起脚尖你也够不着吧？不，不过这手表真的很漂亮啊，真好啊。这个又不是你的东西。就是啊，小丸子，我知道你很开心，可这是别人的东西，你要好好爱护，还有千万不要带到学校里去。好像做梦一样。那么我们约个时间吧，明天在你家碰面好了。那就10点吧。明天早上10点我会准时去找你的。哎，准时吗？没错，我会准时到的。再见啦。第二天星期天。哇，有人在看我。我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像一个大人呢？从今天的气象报告来看，全国各地都是晴天。
马上就要到十点了。小鱼，你要是想知道时间，随时问我哦，千万不要客气，知道吗？尽管放心问我好了。现在几点钟啦？啊，现在是10:23。这样啊，谢谢你啦。漂亮吧？我也很喜欢的。不好意思，请问，请问现在几点了？终于有机会了，现在是10:37。谢谢你啊，有机会可以告诉别人时间，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大人一样呢。小丸子带着手表就能知道准确的时间了呢。现在只要有了这个，就不会睡懒觉了，再也不会迟到了，作业也能按时完成。小玉，我觉得我脱胎换骨了呢。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做一个什么都很准时的人。好嘞，小丸子要做一个守时的人啦。守时的人就你呀。姐姐，别笑他了。小丸子，你这个想法很好。那从今天开始就不要拖拖拉拉，开始准时的生活吧。准时的生活，我会试试看的。要准时的话，就必须先做个时间表。3点吃点心、看漫画，然后3:30做作业，之后休息一下，再去整理房间。到了4:30就开始看电视。好嘞。这个真的好好笑啊。怎么就不能稍微走得慢一点呢？693×3是多少啊？做作业的时候每一秒都感觉好长啊。不会的。马上就要到看电视的时间啦。搞定了。多亏有了这只表啊。这只手表还真是勤劳啊，就连一秒钟也没有休息过呢。谁的电话？阿姨打来的，她说后天晚上6:00有事情要办，顺道来我们家一趟。这么快啊。第二天。本日4:30开始限时特惠，持有传单的客人可以享受大特价。我在煮东西，走不开。小丸子，你能不能帮我去买？拜托了。没问题，4:30到店里就可以了吧？这往常呢，一会儿就卖完了。你可别在路上闲逛。知道啦。喂，你怎么了？我的弹力球掉了。刚才买的。你先别哭了，是在这儿丢的吗？找到了。谢谢。再见了。
起了，哎呀，是你啊，小姑娘，昨天谢谢你了。没什么，谢谢你。你没有买到鸡蛋吗？那我给你一份吧，给。你真的要让给我吗？嗯，给你吧。啊，真是太谢谢你了，这都是这只手表的功劳啊。你作业做完了吗？还没有呢。总觉得我的干劲儿都随着手表一起离开了呢。对了，不如给我买只漂亮的手表吧。不买。果然，我就知道。那么我就没办法准时做事了。你在说什么？快点去把作业做完。就这样，不准时的小丸子又复活了。要是我的话，肯定会找小玉，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会和他说。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猪太郎的生日和只属于小丸子和小玉的秘密，敬请期待哟。夢のかけら